我的 nickname 的这个 Power 这个名称就是很厉害的啊。啊 ，Power 呢，这个作为老师上课最重要的是要有非常好的情感交流。我常常问说，你在上课的时候，假设学生不喜欢你的话，那你可能在听你的课，学生就不喜欢。因此呢，这个课呢，一定要经常互动。因此，我到哪里去讲课，我都是有会有互动。跟学生啊，跟同学啊，现场老师啊，都会有互动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先简单的互动一下，看看吧。各位在座的老师跟我有没有默契啊？啊，试试看，好，三二一，各位好啊！三二一，好。哎，这个力量不太一样啊。那么刚开始讲以前，我想先简单的跟各位理解这个介绍一下说，说这个千丝万缕这个到底初期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其实刚刚实际上已经开头了，就是现在老师都有智慧型手机，那教师都会有投影，就把它做投影，不要大牌的。那有了这个以后，在课堂里面可以有发生什么变化呢？就是我把这个手机啊，这个把它这个拿下来。假设我现在学生呢要做一个简单的录影啊。我录什么呢？录各位的互动啊，表演。比如说，我喊三个音位的喊，然后我把这段录起来啊，就开始喽。三二一，好。三二一，
小组的表情怎么样？啊，第二小组的表情怎么样？小组的表情，你就进入到第六小组。那我相信各位老师都是教学的专家，你就会有比较多的想象，说这个是可以在课堂上面看到，啊，它可以合作学习啊，可以做，你就有很多的模型可以运作，啊，就是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千丝万缕从一句话里面知识系统的第一阶段的运作啊。那我相信跟我们常常是有黑板，或者是有投影幕，会有大的。好，然后刚刚这一段呢是，我们课堂的一期东西。那这个系统呢，各位只要上网下载，可以个人，可以全校一起申请，可以。像有些区还什么教育学习资源，他们就会根据这个授权。那就来开始介绍一下，那个从智慧教育到千丝万缕，跟大家打一个这个轮廓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公益计划呢，就是不要钱的计划。那各位爸爸啊，这个事实上大多可以免费的系统是很有机会。他就要说，只要那个机构拿到免费的合同，他就没有动力，最后他就不会生产生的哦。那所以这个千丝万缕公益计划的设计就是，老师必须有千万的热情，然后团队有千万的贡献。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发展里面，这样的事情就是，只要你能把这个公益做好，就可以进第二阶段。既然你接着那个用法就可以进到第三阶段，你要必须去作用教育的实力跟热情去换这个千万的贡献，有逻辑关系是这样。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报告是千丝万缕的公益计划。那刚刚那个演示的那个系统叫做智慧教育，要有支持的系统。那个支持系统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医院不是有支持系统，那当然学校的教育当然要有知识系统。那我们现在知识系统是怎么想的？通常是自己拼装的，哎，平板软件、白板软件、投影机软件。我们早期当老师就是把电视放进来，视听教育放进来，他有没有教育的事情？不太多，大部分是把零件、组件放进来，知识系统才会发挥老师的教学角色。这个现在医生，他没有知识系统，他其实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医生。那我上次有一个例子，像我父亲呢，进入到那个急诊室 ，X 光一照，说有在肺部有肿瘤，1.5公分，那他们就马上在找，都断层扫描，确定是一个肿瘤，1.5公分，那他就办住院。做内视镜，支气管内视镜，这个支气管就把它检查了一查，哦，不是肿瘤，是脓痰一颗1.5公分。还有，就是还有支气管可以判断有，哦，原来是肿瘤跟痰差太多了，这个就是支气管。那当然，我们教育应该要有支气管，比较成熟稳定的支气管，但不一定要今天各位看，但是要是这样才是在帮助老师。还有要有老师的专业的设备，上面的一个设备。我想这个助力要怎么去运作呢？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公益，它不会是一个企业去搞一个系统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，所以要有技术的科技，要有连结，要有专业，要合作的所以它为什么变成是需要是个运动？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教育变革呢。或者现在不管每一个病，大家都心里都很痛，他就是这个整个义务呢，他没有很多环节把它列出，因此每一件事情都觉得生理过程很多问题啊什么，很多事情没有列出来，好，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报告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拆开的呢，应该有不解，不拆解开的。那这些呢，是我们正在进行很多的偏向的计划的一小部分，希望跟偏远的地方可以连接在一起。那么，那智慧教育
像在座的，哎，在座是大有国的老师，请举手一下。那我是大有国的老师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智慧教育当然有很多思想，其实就是孔子的一种思想，但是作为老师要在你的课堂会议上要容颜不容，当然不容易啊，你大课堂那里才是这样，本来就很难啊。但是他总是要有想象，对我对教育的向往，所以这个现在全球的共识呢，就是智慧者更智慧的教育，常常在解决这个智慧的教育。那当然以学生为中心，然后拉近或者是类比为例的教学，成就人才，当然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所有的全世界教育，就是要做这些事情要有，要有技术，然后要有老师的专业，大概简单的就是这样。但是我就不拆解开来了。那当然，这些思想呢，需要很多的学术的论证，让老师去，其实这个都是不会走弯路的嘛。所以这智慧教育呢，我们有把它几年来的经验的话，我们的智慧教育里面有实物，我们就拆开了。那刚刚各位看这里面不是有一张图吗？就是刚才一张图，把它发展出来。刚刚放大的这张图呢，老师必须在新的知识系统下要七年的东西，而不是还是原来。请问各位，我们大学的老师还有在做的吗？所以我们现在你的教室有了投影机以后，跟你的教学方式有没有联系？有了，黑板改成投影。改这段有什么？就是教材比较丰富，对不对？它有没有缺点？老师不太需要写板书嘛，所以它有多变化。哦，有它有多的改变，但是这些改变都是属于便利性或者是资源的改变，有没有任何模型改变啊？它并没有太多的模式改变，所以当它变成是个智慧教室的时候。每个学生都有装置啊，今天是没有装置，有老师有装置，事实上他必须要提炼模式，然后让你的课堂更贴近那个理想的状态。那这怎么去发展呢？就应该老师的专业发展，有了技术以后，应该要不一样。那这半年来，我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各位在座是教研五年以内的，请举手。只有。你是五年以内啊，还有刚才有几年，是两年。在座教龄是十年以内的举手。啊，十年以内举手。好，所以换言之，在座的教龄都十年以上，是吧？十年以上。那你们觉得一个老师要变成行会教授，很专业的教授应该？各位老师，你觉得合理的跟几年？两年可以，5年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什么是专业发展？就是我的希望。可是医生如果10年，那他前面那5年是在干嘛？如果医生前面5年都还不行，那10年以后会变成好医生，这太恐怖了。跟老师也是一样啊，老师怎么缩短那个专业？因为老师的专业不是只有内容，就是对那个学科的专业，他还有很多专业。刚提到说要变成很会带孩子，变好的教练这件事情，是不是要比较长的时间？要5年、10年嘛，对不对？各位认为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那我发现用这个模型呢，训练老师2年半。就可以下10年，其实那你应该用比较好的方法来培训。我想的是，这是这次去我们去，那他们是当面上台，他还没有机会去，智慧堂可能要请他的战队成员，但是我去磨他们的时候，2年半就可以很像10年的，其实他必须要有一个音架去发展啊，那这个是。那这个今天就不是在谈论理论，就是说这些为什么要先说完来攻击哦？那相关的逻辑也给大家汇报一下说，说事实上就是希望让老师不要等到10年才变成
那个很会教书的教练，哦，当然老师的教学专业在大学应该有训练，好，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叫做《智慧教育教师专业发展》，当然这个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思路体系不会生死，看好哥，当然第一件呢跟大家讨论这个事情。那么，那要哎呦，你是多留级的话，因为这个我原来是兼职制的，临时把它换了，因为我在台湾比较少讲课，为了适应他们那里，让他们看得懂，就兼职制，对，多留级的话，我们它有核心的思想理念，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，就是一个课堂呢，它要变成一个比较有现代的课堂，大概我们把它总结起来，有元素的大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总结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这次去浙江的进那个邀请，再请问请大家一位教授叫王璐王教授，各位没有什么感觉，但如果你有机会听到他，一个老师，现在我们国内不是有教师专业发展评鉴吗？我们是用什么方式评鉴？我们在说教师专业发展，我们台湾先用什么方式评鉴？就是他会来。第一课啊，你先说，不管是文件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没有错，但是比较传统。那这次去，这个就看到了，它是用科技来分析你有总共用了多少策略，总共有多少有效提问，总共有多少的互动。它是用科技一小时以后可以知道，哎，你这堂课有没有现代教育的思想啊？里面在里面，它是有技术的。那去完，我跟那个王教授说，他们北师来首都师大的教授，他们有研究这个原因，大概就是。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，你就好像是 X 光机去照那个教授的东西，结果他到现场去照了那4到5个老师的分析完，每一个老师都做得很好。他就要说，如果我每天练习，需不需要去健康检查？肯定我就很健康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我已经体验出来，作为一个现代的课程，哪些重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我每次训练把这几个事做好，去那里检查一定是非常棒的。尤其是这次去看课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怎么样以学生为中心，以学生为中心不是心里想，而是要有哪些具体的事项，那这个今天就展开了。然后要有高阶的思考，小组讨论，合作学习问题，好像类对。啊，这些每一个都有具体的训练盘指标，就好像就是你播在对我们那样训练一年以后，他们就是冠军。那要去吗？期待，加油了！这个就是它必须是一个模型，让大家省力啊。那这个核心呢，我就不展开了。总而言之，你要把这些东西呢去稍微重新理清一下。医生是有很多医学的，那我先用什么方法？但老师也是要有很多的教学模式在支持你。啊，然后你要有思想，你的学习形态，按怎么样提高孩子的思考能力，有效提高，这就是这个事。以为应该做什么？简单的把它发展基础，把这些教育思想、学习形态、教学模式、思考这些事情，要对一个大课堂教学老师，我觉得压力，我也当老师很多年，就是你要从小先关注每个人，我先你的心情，我也不太了解。但是如果有智慧教授，就容易掌握，就可以容易做这些事，容易进行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要好好讲，我也不想去，现在只能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一些思想。那因我可以还有10分钟，还有好，那刚刚的这些，我相信对大家对这个智慧教育应该。千丝万缕，有一点初步的了解他这个事情啊，一遍的十几二十年的经验，让大家对这个脉络呢有一点理解了。那就来介绍一下千丝万缕现代教育理念智慧教育两个东西。好，那你要推一个，其实我对我国内做很多这个教师专业评鉴啊，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评鉴啊，这件事情呢本来是好事。但是为什么大家心里都不太高兴？就是专业评鉴，哎，我们已经通过专业评鉴，大概通过了吗？初阶。已经初阶了，对不对？
这应该很有帮助。我现在可以说吗？很有帮助。但是他经过这个过程里面，是不是还蛮辛苦的？那有没有觉得有很明显的帮助？有，对不对？有点。我现在如果投票，请大家可以投票。那为什么整个大社会里面没有很重视这件事？我的专业判断是，这件事情没有明显的让大部分老师觉得很容易、很有效的。因此，这个专业就是你的性价比或者投资报酬率觉得不够。看看，就说因此没有很多人很踊跃的去参与，很踊跃的去参与，因此他就变成少数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他就还是要去让这个什么，所有的事情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的差异点是什么，这样才可能是大部分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这样。那因此呢，这个支持系统呢，这个养成计划呢，希望刚刚提到的是，希望在不管你有钱还没有钱，不管你有没有资源，都可以透过老师的专业和热情。我觉得张老师就是要专业，还要热情，不能只有专业，专业和热情。啊，做公益也要专业和热情，只有热情是不够的啊。这样，那它就有分成三个阶段啊。那刚刚各位，我就稍微跟大家解释给大家看，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教学系统，像手机上装一个 app 就可以这样，像刚刚那样。那一段就可以跟各位老师应该有多的想象，就是你课堂里面可以让叫做 share screen， 是它投影幕就是共享的一个荧幕。那身份是什么呢？就是老师看见的也想要让学生看见，或者学生看见的一个学生之间看见，因此这个共用的荧幕是这样的，写在黑板上或者在纸本上面，他要教我就，所以他应该要用一个第一阶段，发展成这个。当然，都用数字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其实一堂课里面老师用的投影幕，它的限制会因为你的手机，因为这个系统，让你可以比较像现代课，比较容易像现代课。就是第一阶段的思想是这样。那第二阶段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用一句话简单的，就是这一堂课，尤其是我们初中都学，我都每一堂课有。大量的学习，对吧？每一堂课，一节课换完一节课，英文数，像我女儿现在是高二，就是每天有大量的学习。那她晚上做什么？就回想老师今天在教什么，然后记得了就记得，记不得明天再问。那第二段在做什么？就是要云判断的。那他的思想很简单，就是，我在这个页面上，在白板上面。在这边写没有用，在这边写解题的所有的内容，当我下课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事情对孩子很重要，你就结束了，传授到云端，那他就会送到学生的学生的那个电脑，他就装一个这个，他就会把这个过程啊，有这么多的过程，所有的过程呢？他会整个原原本本送到学生的平板，可以到电子的笔记。因此，孩子如果真的想要回忆一下这一堂课的作品过程，是不是可以几乎可以重现？这个第二阶段。好，这是第二阶段。那第三阶段呢，就会让智慧教室的。这个模型呢，会有装置啊、软体啊，全部会结合起来。那整个思想就是刚才讲，只要申请就可以通过了。然后只要你满足他的简单的热情要求，就会进阶这个。那这个呢，要每一个老师只要有热情，就会送你一个一套系统的。觉得企业可能能量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他会有选拔，最有热情优先使用它，也是免费。但是要每个人都要懂得，这个应该热情大家一起来做嘛。那个智慧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个公益计划，大概简单的跟大家报告，大概是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，到第三阶段，大概是我想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运作的模型。
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需要很多的交流和研讨啊，千万不要再走弯路啊，应该发展啊。所以我们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呢，这个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。好，刚刚时间差不多了啊，像你们时间把握的还蛮好，那教授教的会教的擅长。在座的话，我年纪最大的，1963年。好，所以刚我的那天叫掏就是力量啊。那我们要点亮教育呢，就会有掏，就总结叫做教育的力量。那这个教育呢，是需要使命的，大陆称为情怀。那我们的孩子其实应该从小就要培养。使命感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不要习以为常，就是我对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每天培养他使命感，他以后就没有使命感。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培养，包括很多的像对这个社会的使命，甚至于国家的使命感，这些是非常重要。那这个我们不要有习以为常，就会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变得不重要，变得不重要以后就会变成把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种子。所以，这是我去到处去观察交流啊，觉得最重要的事情。那各位老师就是要充满专业和热情。3、2、1，好，报告完毕。